车开在大马路上，明明前方没车，速度似乎很慢，机车骑得比他还要快。果然后方轿车动尾条逆向超车，接着猛踩刹车逼车，甚至挡在路中央。驾驶拎了一把小武士刀下车叫骂，表情凶狠。恶意逼车啊，疑似亮刀来恐吓驾驶。看到对方拿小武士刀作势挥舞，车主吓坏了，赶紧倒车后加速离开。没想到进口轿车又追了上来，挡在前面。驾驶下车，这回没拿小武士刀，换上原子笔，抄录车牌后离开。前方车子啊，行经市区的时候放慢速度，引发后面的驾驶的不满。逼车挥刀发生在屏东芳寮，被害人事后把行车记录器 PO 上网，控诉遭到恐吓，却引来大批网友反酸，开太慢乌龟车当路队长。如果是猎管的武士刀，就我们会以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来移送。前面的车开太慢，竟然当街逼车挥刀，警方近期将通知车主到案说明。如果小武士刀属于劣管品，不仅要吃上道路违规红单，还要被移送法办，发泄怒气代价可不小。记者张春华屏东报道。